糖和茶叶一起炒，炒至焦黄冒泡加开水，再加牛奶煮开，奶茶就做好了。锅中加红糖，半碗白稀米，101度的开水，后盖小火煮30分钟，关火再焖10分钟，黑珍珠就做好了。杯中加入黑珍珠，倒入奶茶，家庭版珍珠奶茶就做好了。厚着脸皮要个小心心，谢谢了。